翻过去，翻过去。 我们都知道，在目前在中国大陆出现了很多巨大的变化，中国社会也在经历一个转型。每一个人都面临着一个选择的机会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我们也相信，在不久的将来，真善忍的原理和法理将自由地在中国的大陆上 畅通无阻。那么，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指挥中心610系统，就是在中共中央政法委先后两任书记罗干、周永康的直接指挥和操控下运作的。他不仅迫害法轮功，而且破坏了中国的司法系统。为了配合即将到来的历史性的审判，也是为了 给那些还可以救的一些可以请悟的一些人给机会，所以本组织再次发布公告，请全社会帮助进一步搜查，提供迫害法轮功的主犯江泽民、罗干、刘晶、周永康和政法委相关成员的名单以及他们的罪证。 中共当局想将周永康与王勃事件切割，以免因周永康的丑行暴露而造成证据太大的震荡。这次陈光诚案，你们休想再以处罚几个基层官员了事，再次将周永康与陈光诚案切割，已经做不到了。你们总不能说这种系统的、 令人发指的大规模的侵犯人权的行为是地方当局或个别人的行为吧？你们总不能说这一切你们都不知情吧？你们总不能说处罚几个地方官员跟周永康没有关系吧？如果这样，我相信最后你们会遭到与周永康同样的命运，人们会最终选择唾弃你们，就像唾弃周永康、唾弃江泽民之流一样。 我们大家知道，08年就在我们所在的这条街上，就在我们法拉盛，发生了一场震惊世界的法拉盛事件。这个事件是什么呢？就是由中共、学寨派，这些罪犯在背后操纵的，一起围攻法轮功的这么一场反革命事件。我在这里向大家 透露一个重要的消息，就在3天前，美国的安全部门，已经发布出一个消息了，这个消息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今天指责的，要法办的周永康，他在去年年底，他向美国、向纽约派遣了一个高级特务，就来到我们法拉盛， 就来到了我们这条街上。这个高级特务来美国以后，做了很多事，其中有一件事，就是给缅街上那个女流氓李华红，给她颁奖。我在这里要告诉大家，中共特务的所有行动 都在美国安全部门的掌握下面，他的一举一动都被记录在案。我们可以看到，随着中共的垮台，这些喽啰们也将受到历史的惩罚。中国有句古话，在困于死局下的唯一出路是走为上计。那么，退出中共党团队就是今天的走为上计。无论你是平民还是官员，无论你是知识分子还是军人，无论你是何种人生背景，退出中共党团队，这成为不为中共陪葬的最佳选择，成为拥抱光明未来的最佳选择。对中共官员而言，这是选择了最佳的所谓退路工程，而任何企图挽救中共的想法和举动都是徒劳的。在此，我们也借此机会鼓励更多的中共官员在三退过程中能够审时度势，积极智慧地参与到解体中共的行列中来，能够从善如流，能够全身而退。